够了！这玩意会咬人。完了，这大黑鱼现在养成这样，谁还敢下手动你啊？我过段时间准备给它移缸呢。还咬，还咬！我的妈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来弄一条特别大的泥鳅给它，看看是什么情况啊？从上面往下丢，看它会不会接？哎，泥鳅你怎么无动于衷呢？哦，现在怕了。泥鳅还不吃，我先把这些鱼喂一喂吧。然后工作室的鱼缸弄好以后，先把它们给移过去。大黑鱼先等等，太狠了！你们猜这条泥鳅下去过以后，哪个第一个接住？我猜铅笔。走！我的妈！这铅笔养大了真不得了，之前我就看到它潜力很大，速度、爆发力都是第一。大猫他们不行啊，这铅笔一条泥鳅就给它顶饱了，再放下去的他们吃，铅笔不吃了。我还说这大黑鱼不吃泥鳅呢，在我喂其他鱼的过程中，它悄无声息地把那条泥鳅给吃了，没了。既然吃，咱们给它来一条更大的，从头上掉下去啊，会不会爆口？没爆，人离开，手机架这里。我就搁这守着，看你吃不吃。没有办法，守不住，除非把它移到缸里面才能看得到。我守了好久，这个泥鳅我给它捅过去了，捅到那里它都不吃，以后移到缸里再看吧。但是现在这个状态哈，绝对不得了。